台未来在台中跨年夜现场呈现完美演出。今年台中打造双主场，更请来重量级大咖。金曲奖上高歌，创下高收视率，这样的场景将重现在台中跨年夜。另外，两年没有接跨年场的杨丞琳，今年也登上台中跨年舞台。创作才女徐佳莹今年不赶场，独家台中开唱。同样不赶场，王心凌今年决定留在台湾，暌违五年再次登上台中跨年场。少了气氛，绝对不能少了她，性感女神安心亚。第二主场台中太平有情歌王子周兴哲压轴演出，另外还有金曲台语天后詹雅雯。台中跨年晚会除了演唱卡司阵容坚强，重头戏还有将近600秒的灯光秀，以夜空为画布，变化出各种图样。包含我们还有摩天轮的灯光秀，都可以让所有来的市民朋友玩得尽兴。台中跨年场超强卡司，实力派女神及歌手轮番献唱，用灯光秀取代烟火秀，视觉听觉双重享受，陪伴大家迎接2020。三立新闻沈明志戴君与台中报道。